你们想要看这个广告的话，就去我的频道。这个不用剪，反正也没有内容。你这个根本都也不是 behind the scene。Welcome to my vlog。今天没有吓到啊，我已经跟你讲了，我拍啦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来阿雅的 studio， 因为他已经弄好装修了，我都没有来过嘛。所以今天，就带你们看看他 studio 啊，他每天都拍美美那一面嘞。我今天就来看看他 studio 到底有多脏，我就不信他这个人会有干净的一面。门口就有一个，什么你 ？Hello。OK， 我今天是来检查你的 studio 到底有多肮脏啊！肮脏咩？我 studio 你给我脱鞋，脱鞋！哇，然后那个气都干了，你还放在这边？你的地上都油好很久了，喂咩？这个是什么？你也不要靠边，放住！我在想他可能。哇，有这个这样，这样贴哎，可以哇、哦，这个好实正哇、哦。你不是讲油漆咩？怎么讲的 ？OK， 这边他应该只是运动的，我们看看他猪肉里面，我不相信这个人会很干净。OK， 啊，很可爱一下哇、哦，这两个，哇、啊，可以哇、哦。Of course 可以的。哇，你这样喇喇的帽子吧？OK 啦，这个算正常啊，因为垃圾堆嘛，是不是？我好像这个卫生检查部的人员来check看他，看有没有灰尘这样子、啊。请问这个是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你的 camera、啊。你的 camera 拿来当收藏品啊、哦？对啊。然后真正拍上用场，它就是这个呢。对啊。哎，我来啊，好像是这样哦。可以嘞，这个新的喂。哎呀，好似系咁样哦。OK， 到我们检查厕所的时候了。啊。哈，这样很脏。哈，有沙不要扫走。哈，全部都是灰尘。这个很贵的沙发，等一下先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像是这样哇、哦，哇、哦，很有力耶！你厉害来了，你这样。妈的，这个东西软软的，借你的腰力，用你的腰甩你的脚去。你要借你的腰甩你的脚去。两几分？几分？两分。不要再叫我打还没秒啊 ！OK， 我们刚吃饱了，给我们看一个。快，不要这样子嘛，走开。这个版面蛮不错的，吃完再拍给你们看，绝对是最专业。对，这这么拍又没有东西拍啊，拍东西越来越乱来。没有，因为你们抓不对重点，重点是什么？只要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做什么都没有人看。我就来 test test 看是不是这样，我今天就乱拍，然后我们三个人看一下有没有 views。揭窗亮，揭窗亮，揭窗，揭窗。你还不要起呢？喂，快点起床哎！揭窗，揭窗，揭窗。是 MMA 的擂台来的，有弹弓哦，哎呦，看到没？哎呦，哎呦，哎
五一五啊一一五，快点起来啊！喂，今天有重要的任务要拍啊！当啷啷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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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啷，你的内衣掉，你的奶里面装夹，这样大力掉下去，这样大声，接住，接住，一定要快点起床准备，然后今天的任务就是帮阿雅打扮成阿拉丁蓝灯。OK， 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帮阿雅打扮成阿拉丁蓝灯。我叫阿拉丁蓝灯，我的名叫蓝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今天要找蓝色的，一路走一路走，那个你的手上跳出来神灯。那个太好了。然后在你的手套，那个我来套了，那个我们想办法给你套进去，来，这里刚好你戴蓝灯帽，我们还给了你这个帽子，这个是后面的老板，这后面啊，你前面还有一个很重要，你买 V 本的有没？你前面还有一个很精灵啊，那镜从上面下，它太紧了，只可以从上面，可以，你的后面这个。你也不要碰他一下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妈的，你就这样，你从头到尾就是 MV 做稿，你到底不可以给我演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要跟他们演戏了吗？我不要，你看我很好呗，那种吗？是呀，我不是这样的，我都是这样的。你还有一个很重要元素，你的胸前要有这个钟。怎么呢？因为你是可以逆转的，你可以回到那个时候转。等一下我们把它装扮一下再给你们看成果。OK， 我们已经把阿雅丁蓝灯装扮完了。要继续玩，要要蓝蓝色哟。那么你的手掌是白色，钱不够就软到这样子罢了吧。刚才一些片段没有拍到给你们看，因为你们想要看这个广告的话，就去我的频道。这个不用剪，反正也没有内容，你这个根本都也不是 behind the scene。真的，我也不懂这样。不要浪费我们的观众的生命。我知道你们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影片陪你们的嘛，对吗？你就按进来哦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个 OK， 这个 OK， 看看这两位兄弟的脸。啊，对对对，这太过萌了，他萌的是 OK 的。啊，给你们看阿雅平时剪接是多么的下功夫跟认真。剪片剪到一半用 Photoshop， 我从来没有试过。你是怎样做、啊？可以教一教我们的观众吗？这任务卡你一定会 VO 吗？如果你要我们 VO 东西哦，你叫我们录给你哦。我觉得大家应该没有看过阿雅、哦、在背后剪接的时候的认真。给你们看一下福利。首先，我们看到她的头发先。单身的女生，你们可以考虑一下阿雅。现在我是单身咩？没有啊，单身的还是可以考虑阿雅，因为阿雅还是可以做选择。因为她还没有。哇，你看这。还要补水啊！对啊，很需要水，因为我脸干了。他很需要水啊！我知道你们一定没有看过他做这种东西。他现在需要的是水，他要试试。想要试试的女生可以联络一下我们的阿雅哈。可以啊，你看。可以可以。他绝对是180的单身狗。我们来数一数他 studio 到底有多少只狗 ，OK？ 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。你在干嘛？那个狗原本放在沙发这边，又跟它搬出去，然后又在拍，讲外面又有两只，不要吵我。OK OK， 啊，这边又有两只啊，一只，两只。哎，厕所后面有两只嘞，你懂吗？哎呦，你看到没？多么无聊，我们的朱老师，朱老师。两只同样的狗摆来摆去，讲人家的 studio 有很多狗。我哇，到底是 for 什么？你朋友有事吗？喂，他没有事，他没有 content 了。啊，这边又有两只。
哇，几多只狗，这绝对单身狗。这边还有一只。呜呜，好啦，拜拜。希望你的鬼屋没有鬼啊，不然你就要在这边鬼屋睡一晚了。这里有鬼，安葬鬼。不要点头，你不要点头。OK 啦，看我们家东西，他妈地嘞，他妈地是妈地，是件衣服啊。前天你来，他穿到现在。哇！那一路看我还是快走。痒啊，来，他是不是全身痒啊？来，OK 啦 ，Yes， 这个人重要，没有 ，Yes。Yes！ 哇，我很少看你，我拿 camera 出来，你这样开心啊？因为你要回来嘛，我就有人在吵我起来了。Yes， 你快点翻回来。今天来Johor三天的旅程就是这样啦。听说啦，有人要访问洪金宝了哦。哈哈哈！不要破我的砍头嘞！怎么？不是你把，你把我这样突然讲，我jam不是给你弄jam住吗？我们一起访问，我要问洪金宝先生，因为他比较正式，所以你在这边可以乱问，你有什么东西要问他？哦，在这边问他，我要问他跟成龙是不是好兄弟？好兄弟，你昨天不是讲啊？累不累？在洪打打。如果我那一去再问他，他现场追我，我一定跑。我觉得你不要跑比较好。没有，我至少你 real， 我敢才要跑，我敢打，我敢惩罚。real 才要跑，他会打人的嘞，真的。不real坐在那边傻傻给他做沙包啊。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傻了。就好，拜拜，回家啦，下个 vlog 见啦，拜拜。